那个数据，八十年代人的平均寿命才六十八岁。对对对。那也就意味……着，多少了？那就说明这个老年的这问题就出来了嘛。对对对然后你社会其实有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对对对像你刚才讲的，百分之九十还是居家养老。先不说这个好的疗养院得花多少钱，这、就、不是都有传说嘛？你得先存多少几百万，然后你要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先不说你有没有钱去付这个，就是有没有那么多的床位都没有。 就是你有钱，你也没那么多床位。其次呢，就是个人，我觉得也没做好这种准备。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数字说，说他就说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过了八十五岁之后的这个呃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就如果也就是什么夫妻两个，<对>你要是同时超过八十五，那就肯定有一个人要照顾另一个人。这个也算是正能量的看法，就是说，<laughs> <对>就说这个阿尔兹海默也是人类寿命提高的表现。 其实真的就是无,无法改变的历史规律。活到长了，<laughs> 你的功能失调了吗？八十五岁之后，<对>阿尔兹海默的概率陡然上升。是，就六十岁之后就逐就渐上升了，八十五岁之后更陡然上升。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老老的这个这个比率，好像到我记得大概是到二零三几年之后，就变成这个三人行必有一老，就是说六十岁是以上。对，那么也就相应的这种病例，不治之症啊。 那这种病例，而且这种病例是个拖人的，是个长时间。就是我挺奇有有,有好奇，就是因为呃，我找的那个医生，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病愈后，就就就就今后会怎么样？他说到了最后，如果说谁都不认识了，他说我建议，我认为他他的观点是，我认为家庭已经没有照顾能力了。他说我觉得还是找一个专门有护理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这个能力的养老医院。 但是你看，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哪个合适。”他说：“咱们国家这个好像还比较少，非常少，而且即便有的呢，似乎也不是很专业。”您为什么没想？您肯定是想过。开始我是想把他送到养老院的，但是被老太太给否决掉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轻度的，轻度的就意味着他有意志呢。 他知道你要干什么，也包括我带他去养老院，整个这过程他是很清楚的，在那里头跟院长聊天跟那里的主治医生聊天、啊、跟护理人员聊天甚至在那个地方吃了他们的饭，感受一下他们的伙食。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一切以后呢，他说我不去养老院，啊，然后那我当然就，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你也不能不可能拖着他去养老院嘛。所以呢，就是呃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主宰了不去养老院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就那您是尊重他意但是后来，对前面我是就等于是尊重他的意见。其实他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我是可以把他送去的。对啊，他没有他没有那么大的意志了啊。这个时候是我自己不想把他送去。为什么呢？呃，因为就是最后其实就像刚才你举那个例子啊，就是说，呃，那个那个专家建议你，就是如果他完全不认识家里的任何人了，就把他送去，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 我妈现在还知道，就是她跟我还是有一种很亲密的这种，呃，其实很多时候是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在的，啊、呃，是在的。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我因为我有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喊很多事情喊她做，我妈根本根本连理都不理、嗯，甚至她会有些暴力行为，比如说她会抓着她的手不放、嗯。但是我去了以后，我说老妈，你现在该吃饭了，你现在需要。 就是比如说睡觉了，我一说他马上就听，他会马上就就是点头，会笑，会答应。其实他就知道我是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人>对一种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舍得，了。对不舍得，我就我就比较难以想象，说我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床上，周围全是陌生人，好像,好像提前把他送进了另外，一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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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那我可可能这个问题就更残忍。 那么再严重一些呢？连这个也感知不到了。其实呢，就是刚才这个徐老师说我那个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就是要表达一些感谢嘛。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凡是能在家里替你照顾的那种保姆，是真的是太难。找了我,我们说的，我们说的很直接一点。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完全没有就是这个这些人的帮助。 你所有的事情全是玩不转的，真玩不转，就是你会马上就崩溃了、嗯。所以严格的来讲呢，就是第一呢，如果我还能找到比较尽心尽力的，就是照顾我妈的这种护工，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经历的，因为经常要换人啊，然后他不乐意干了，或者我们觉得他干得不好，对呀、啊。对啊、但是只要是你还能够找到，并且你对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维持，就是这种局面，我就大概不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严格的来说，其实就基本上相当于我和这个保姆，我们两个人一起对付我妈一个人。因为我哥我姐还是会来，但是呢，主要的照顾者是我吧，所以我们俩一起对付这个就是我妈这一个人。那么就是，但是呢，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啊！就是我我经常讲，就是说今天它还运转着，明天可能它就不运转了。 那个最近刚刚上映的那个电影，就是宫崎骏的那个，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那里头有一个桥段嘛，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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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在那地方不停地搭一个积木塔，那个积木塔是摇摇欲坠的。我看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整个是摇摇欲坠的，因为我今天能维持，只是今天能维持。明天你比如说，我妈现在是脑子不好，但她呢还没有查出，比如说癌症。 啊，因为癌症就完全是另一个路径了。他可能既是阿尔茨海默，又是癌症，或者是呢，他现在在家里呢，他是以这种一寸一寸的方式推着个小车，在家里还能走，他还能起床，但某一天呢，他可能就起不了床了。对，完全卧床，完全卧床不仅是照顾负担多，就是他会造成那个肺的对，然后很多人是死于这个东西的。对，那其实呢，就是如果他出现了这些情况，或者我一时没看好他们，他摔一跤。 直接把自己摔到床上去了，因为他这个年龄已经不能动任何手术了。然后我我现在目前看上去能维持的生活，马上就倾覆。所以你问的我，我我的问题的确是很残酷的。老是说我我我讲的，我讲的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永远准备不了，也永远准备不好，也永远准备不足够，只能说倾覆了以后，你再想倾覆的办法呗，那还能怎么办？ 对，所以还还有您说的宫崎骏还有一个电影，我发现咱们俩也有同感，就是说，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是>我我总是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你们要想知道这个情况，你们看看那个电影，那个就是你能想象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就是咱们说的真幻不分，真实和和虚假的这个。 分不清楚了，或者梦境跟现实是吧梦境、现实分不清楚了。他经常呃呃说的话，可能是他把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当成眼前的人，就是你根本他生活在一个。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他是妄想，还是眼前真的看见了不存在的人？嗯，呃，如果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个电影呢，其实是。 呃，就是他的生活像一个噩梦嘛。对他其实既有那个现实的，比如说他那里头闪回说他在养老院里受到了虐待，因为那个男护士打了他。对，对吧？这个是现实的，但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就是那个电影拍的，整个我觉得有一种幻梦，就是有一种噩梦般的感觉。就是然后那个走一走那个柜子那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能走通，有时候又走不通了。然后来的这个人。 就是一会儿是他觉得是他的女儿，另一会儿又变成不是他女儿，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两种东西都有一种是，呃，他看见了看不见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其实还是现实现实当中的一种折射，在他那里头有一个残留。嗯、这个你看，我老是想这种问题啊，因因为我得想以后啊，我就总觉得有时候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美好的幻想，因为我已经看到。 像是尤其是未来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一代，那你承载几个老人？如果有一两个老人是这个，那孩子们的人生要不要了？但是呢，你总是会幻想，假如存在这么一种养老院，这里面的每一个护工，他们都是尽尽心尽力的，把老人每天这个这个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是哎，这是哎，可以给很，我觉得可以给很高很高的工资。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种东西，就孩子们，你们把老人放在这里，你就完全放心了，比你照顾的还好，一天洗洗三次澡，行吧？这个是，然后呢，有人陪他玩游戏，对吧？然后呢，儿子，你只要周末的时候来看看他，跟他玩一会儿，走，随时想来看看他。平常他这个医疗，哎，我假，我总在幻想。 这个曾经有人跟我说，当年咱们那个这个没出国开眼界，曾经有人跟我描述，也有人崇洋媚外吧，说比如说加拿大或者哪儿，就是那，后来咱们真的了解了，发现那那儿有那儿的问题，都没有那么美好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美好的，就将来社会这个问题靠社会化，就是说真有这么一种养老院，那您愿意送去吗？ 嗯，其实刚才徐老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他说那个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将来就是变成被照护者嘛？对，我们现在 <laughs>、哎、我们现在讲的是照护的难题，但是将来你一定会有这个有这样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某一种东西可能类似于你说的那种社会乌托邦，比如甚至不是真人啊，就可能是就是机器人儿来干这个事情，AI 对吧？AI 来干这个事情，但是呢，归根结底就是。 他还是个失败的结局，我觉得失败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就是终极命运就是个失败，肯定是失败，不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失败。因此呢，我说如果我将来要是沦为被照护的人，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体会是，你就要让自己心甘情愿的被照护，不要啰里啰嗦的说你还可以啊，你还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不愿意麻烦你啊。 这个事情给照护者会增加更多的负担，你就老实承认说，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我呢就是肉体也不行了，精神也不行了，我也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了，那我就老老实实的，要么我就到养老院里接受专业护工的照顾，要么我孩子 <coughs> 有能力照顾我，那我就接受我孩子的照顾。但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比如说。 你该留的遗嘱都要留，就是该分配的，那个就是如果你还仅有还世界上你还有些东西你需要跟他交代的，你都提早交代，把它交代完，然后你就等着被照顾。嗯、但但是你忍心拖垮孩子的生活吗？每一个家庭的照护的方案，都是这个家庭最好的方案。 对，就你不需要操心。对，谁也甭替人你不需要操心。比如说，我说了这个东西，一大堆人就说说你不去，你你为什么不送养老院？你送你你不送养老院，你就是愚昧，对不对？你是叫叫愚孝。其实他就忘了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每个人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一定是这个呢是符合我当下的，比如说我的经济能力，我是不是多子女，然后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 他能够找到护工的这种情况，他负担得起养老院的情况，他一定是个综合的考量。说这家采取的这个方案，一定就是这家最好的方案。外人是说不上来的，就是所以养老是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一个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会去寻找这个平衡啊。然后他能找到的平衡，就是他最好的平衡。嗯，还有、哎、这个病呢、啊，其实它也不单单是一个养老的问题。 它主要还是一个病。我眼前就有个真实的例子，我的朋友比我小，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年的时候很不容易，就是朋友聚会，把他请来。我有朋友说你不要动他脑筋，他根本出不来。但结果他还是来了，叫一个朋友陪他过来。 你们讲的都他都清楚，但他说不清楚。马上这个四月二十七号到五月二十七号，他们为他办一个展览，参与者就是包括当代文坛的所大部分的名家，因为他本人是八十年代最出名的评论家。 他不是一个养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疾病的问题。他年轻啊，可是他也得这样的病。对，阿尔兹海默哈。对，对，年轻人也<他><就>也,也有机会。不是这上帝治头子嘛，就是掷掷到了就是谁就是谁。他每天还发微博，还有朋友帮他弄啊或者怎么样。他是一个大天才，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可是这个老天怎么会就是对选中了？哎、呃，就是，所以，所以我。 我跟他一起吃饭，我也谈不上同情，我就觉得，这我也没什么好怨，我这活着都已经很不错的。就像癌症现在也是，对不对？有很多中年的人很快也是因为癌症去世。对，你也是个母亲是吗？呃，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个理儿。嗯、你看哈，这个父母亲小时候对孩子。 那那孩子可能比阿尔兹海默还糟糕，对吧？巴哭哭闹闹，要吃要喝，拉屎拉尿，怎么怎么着？但是父母亲，你看，嗯，永远可以这样、嗯、因为，因为他会越来越减少，但是一个是会在增加。<laughs> 对，但是孩子，是就这么做，是因为义务责任，对吧？他甚至就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都难免有崩溃的时候。这个东西真是想起来。 好像永远对不起父母似的。不过你要从人生的或者从人类的大循环上来讲，它就是这样。人类要繁衍呢、啊，繁衍你要就对下一代，你这样人才能不断的繁衍下去。所以呢，我经常现在也是要打预防针跟我儿子，我说我要到了认不出你那天来，你就给我扔到哪儿去，让我自生自灭吧。我当然也是半开玩笑。我这么一说的话呢，他就很紧张，他就说今天晚上你跟我去锻炼。 你不能再懒了，你要锻炼。他就生怕没到这个地步对，还没到这个地步。<laughs> 但是呢，我那天也是看了一个数字，也是吓了一跳。他说，从不能自理到到你最终那个生命的终点，一般还要平均寿平均还要八年啊。你就不光是阿尔茨海默症，你就是说你，你你中风了，你你心脏怎么样？你你出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对对，对就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比例啊，也是。 你想这八年对周围的人我们，我们传统文化有好多办法来克服这些困局。有一个我体会到，就是他们，你碰到这个困难了，他帮你先想到下一步的困难。比方说生老病死，我以前搞不明白这句话，我心想这里边怎么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嘛？三个啊，生老病死，你看这搞什么概括一个人生？生老病死有依靠还说对吧？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你生了以后，他马上就会面面临一个老的问题。对，但是老可怕。这个说实在话，现在的美容啊、健身啊，这一大堆啊，像我们美女、<水> <laughs> 美女记者，怕老，对不对？可是他说，实际上是不用怕。为什么？你老的时候，你脑子在想你有什么病吗？你没什么重病的话，你根本不用担心老。对。 对不对？你啊，你、啊、看，所以到老这个阶段，想的是病的问题，病也一样，得了病了，会死吗？哦、有没有生命危险？对不对？你你这个病很严重，但你这病也不会好了，但是暂时没生命危险，哦，放下心了。所以到了病了以后，就在想会不会死，整的，灯面对死了怎么办呢？<laughs> 人怎么把它想通呢？<laughs> 鲁迅有篇散文叫《死》。鲁迅那篇散文是写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在几个月前，鲁迅得过一次大病，就差点他以为要死掉了。就在这个中间，他写了一篇散文，叫《死》。那鲁迅写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当前的问题，怎么来解释这个死的话？他就是说：“哼。” 就是说死了以后呢，穷人呢就想投胎，嗯，因为想重新获得机会。对，因为原来过得太差了。哎，而且呢，穷人觉得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嗯、对，所以不会落到畜生道了。对,对对对对。富 <laughs> 人呢，他也不担心，因为他烧了很多枪捐捐了很多钱，对不对啊？他这个什么庙都是他修的。<对>哎、到那边有钱花。哎，到了那边他觉得他有。他积了功德了。啊，对。 他说：“最后高是中间的阶级，哦、还是中产阶级？夹在中间里最难受、啊。<laughs> 中间的阶级，他说中间的阶级做什么呢？他就设想鬼的生活。<laughs> 鲁迅打一括弧，这个词不太通，姑且用之。哦、鬼的生活，对、呃，鬼怎么有生活呢？对不对？嗯啊、鬼的生活不是不太通嘛？对不对？对对对但鲁迅打一个括弧，我看到这里就想流眼泪啊，因为这是一个。” 马上几个月就要死的人了、啊，从死魂里出来，他写文章还在给我们开玩笑啊！对，你看看他这个是一种什么？对他来说，死那是就像你下一档节目一样的这样的事情。他开这么一个玩笑，说鬼的生活，此句不通，我暂时没有想到合适的啊。他说：“那鬼的生活怎么样呢？找一个好一点的木头，做个棺木。” 对吧？然后呢，呃把账啊什么搞搞清楚，将来呢小孩呢就隔隔几个月啊，什么时候都有好的饭菜送过来。他说我睡得也挺舒服，我要是这样的，我也不去北新书局炒稿费了，啊，我就也过得也不错了，叫鬼的生活。我看了就很感动，就是说他真的是死，这我们讲死到临头。 嗯，他有一段话，他说他这个病，他是老找一个日本医生看，最后是被耽误掉的。他说后来就是宋庆龄啊，他们一些人，这个呃呃沈彦冰，还有什么那还有一个外国人那个记者是吧，就找了一个美国医生来帮他看。美国医生说，他说说我这个病呢，要是在欧洲呢，五年前就去世了。啊，他五年，然后拿出一个片子照了以后呢。 说的跟他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也不求这个医生了。哪一个医生能救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呢？接下去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了。 什么？我死了，匆匆埋掉，不要纪念啊。我这个小孩如果没有才能，就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啊。这个谁呃呃呃害了你，又要叫你不必报复的人，千万不要理、啊、是不是一个也不饶恕也是这对，对一个也不原谅。就是西方的说法，就是你到最后啊，这个宽恕别人吧。对对对对。我想了一想，我由他们去怨恨吧。对。我一个也不饶恕。是。就这篇文章。 这写的真是好啊！你你想想看，你看，这是一个人，通透，就是自己的死。但所以你病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个阶段，你们讲了半天的都，他一下子想到你最坏怎么样的，最坏就是这样，啊，他还阶级分析，他还把他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放出来，可见他说，这个穷人不怕死要轮回，富人不怕死捐了庙，中产阶级。 安安心心的做鬼，啊，送很多东西。就我去看我父母的坟地的时候，门口放着很多美金啊、港币啊、嗯、<laughs> 奔驰、宝马啊，嗯、<laughs> 靠了很多。中国人，我我突然有个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我就很少人讨论，就中国人的想象里边没有天堂。嗯，就是说他自己和旁边的人，我们不想象。 去了天堂，天堂我们知道有有有玉皇大帝，<对>啊，有太上老君。那好像不是咱们去的地方好。好像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你的地位很高，<对>哪怕是什么呃我们崇拜的人物，也没说他现在去了玉皇大帝那里了，或者只有孙悟空打上去了。但是但是这个道教的人还是想成仙的，成仙，仙是不死，仙是。 先也不在天堂里，现在现在这个，所以我突然又呃，鲁迅把你们的去路都划了，就是没有天堂这条路，所以最好的那、呃、他他把各种路都划了，但是没有天堂，哎，就死了以后到底人，当然最后鲁迅说了，我是不相信这些的，啊，我他他的意思是我是无神论的，我是不相信这些的，哎呦，我看了这篇文章好治愈啊。 对，我对我的病也不大害怕了，是吗？他看得这么通透，对，也可能走得早啊，就是呃，不是被那个日本医生害的。其实现在很多人死并没有什么看不透的，嗯，怕的是病，这个怕的是病重不死，是吧对？就是、那个、不是说老而不死是为贼，<laughs> 就病而不死啊，这个太折磨，而且折磨的不光是自己，他折磨的还是。 就是爱他的人的承受能力，对他最重要的亲人，你,你有没有？你你看他现在说的表表达上云、哎这个、<laughs> 云淡风轻，你没有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吗？嗯，就是，就是太多了嘛，太多了。就是就是换言之，这个就是所谓的照顾吧。你你如果想表达他，你大概能表达百分之一，我觉得就不错了。只有照顾过的人，才知道。 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没有的人呢，没有招呼过的人呢，可能就是他就会说一些，呃，在你看来其实跟负面化，呃，有负面化，面化也有完全不相干的话，是<吧>就是他说的东西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无法对话的。<laughs> 但是呢，就是我看这个，就是呃，这个史铁生啊，因为史铁生那个徐老师研究文学的啊，啊嗯，史铁生那个当然他命运很惨。 对吧？也是上帝掷骰子掷到他身上了，不管他多有才华，他那个在那个病隙病隙那个碎笔里头，他就讲到说，他说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你不能你不能这个自怜，你不能自怜，因为那个他的那个自怜就是因为有残疾嘛，就是残疾就容易产生自怜。那这个自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你就老觉得别人不能够理解你，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一定程度的理解。 是永远能做到的。我觉得，一旦你开始，呃，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光明的这一面呃，然后你的生活呢，一切都是有序的，是是，就是不叫无常，叫有常。但你一旦开始接触到黑暗的那一面呃呃，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你的，呃，人生的那种观感会整个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不可逆的，是一旦进入这个以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以后。 进入这个以后呢，就只能想，就是我说呢，就是它是它一定是它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东西，是一个注定无序的东西，或者用这个呃比较时髦的话来讲，它它一定是一个增伤。熵增的过程，呃、它一定是一个熵增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老师说，我们作为一个肉体，我们有生老病死，我们我们是碳基吗？碳基就一定会那个遇到这种问题，呃呃，其实就是。 就是相相当于就是，呃，就是在在一个失败的啊、呃、情绪之下，还怎么能够保证，就是，就是自己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啊、呃、坚持？所以我自己的那个，那个我微信上有个签名，呃，那个签名就是，呃，就是实际上就就是就哪有胜利可言？就就挺住就是一切嘛。